哇，被撞烂了！一、二，哇呀！哎，快速出弯！先摆脱人群，先摆脱人群。对，喷三下。很多人纳闷为什么可以喷三下，喷三下原因是因为你会有一个快速出弯的气，然后加上空喷跟落地喷的气，所以你可以喷三下。然后再演两下氮气。然后利用这个落地喷开氮气形成 CW 之后，出弯之后再一个 W， 甩牌一 CWW， 一样，再喷三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被你写，陈先生，感谢你加入新会员。有了，你是第二个，你是第二个。我的频道四千多个人，终于有人成为第二个会员。哇，我弹射狂魔哎，我的天，我好弹哦。我又弹了又弹了，哎呀哎呀，我撞墙狂魔了。侧身漂移 ，CWW， 小漂，来个弹射，这样算成功吗？啊，算了。对，再过来，再过来。那个 CWW， 我再演两下，一、二，那个弹射，我有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要骗自己，哦，滑掉了。吓死我！哇，有时候那边还是速度太快，有点难过。走，这里直接开气，冲到底。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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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漂亮！来了，来了，哇，气输了。打波了 ，bo bo bo， 我知道了。如果你们想要，哦，感谢第二个会员啊啊啊，第三个，我跳哦。你在这时候订阅，那到时候影片就会出现你，你好聪明哦。停滞，快速出弯，一二三。哦呦，差点撞到，再把气弄满。哇，没有侧身进阶到。哇，失误了，没关系，稳着稳着。
哎呀，没事没事，稳着。小心弄满，下去侧身漂移，接 CW 快速出弯。哎，按错了，没有滑到。好，稳着稳着，稳着就好，稳着就好。我已经帮了，已经帮了，已经帮了，已经帮了。高阶场太少了，他配的方式有点问题，他配不到那个人。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在陆服啊，配到了，等一下再说，等一下再说，配到了，这个配对系统很好。起跑。撞他，先把气弄满，我们先把气弄满。我有，我有。这里，甩过去，太早甩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我们的 BO。太紧张了，我们 BO 太紧张了，这里稳着来。小飘把气弄满，这里小喷，再补两下，很好。就再一个进阶。好，最后一个弯通过，这个弹射 ，finish， 漂亮啊、哦！前面跑的也挺烂的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稳住了。你都还是可以靠练习去追上人家的，没什么没什么好，没什么好去，就是因为其实就是人家练习的量比你多。你只要把练习量补回来，那你就会跟那个人一样强，大概是这样讲吧。这里再小飘一下，对 ，CWW， 在这里，先弄满。再一个 CWW， 哇！没事没事，这个虫之剑按的挺快的，专业按虫之剑高手。来了来了 ，BO 最后一场。稳着稳着。撞过去，可以，吓死宝宝！八八八，聊天室现在充斥着八八八跟六六，来了变身，绝影星耀，我们晋级成星耀了，太六了！还好成功的守住了这局，龙门新春，声控，真正的声控高手。来了来了，龙门新春有没有机会能够好好的跑一场？就是现在了，证明自己的身价。我靠！啊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今天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啊！
今天的实况呢，这个爬排位感谢大家的一路的相伴与支持，小草会继续努力的。